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翔，今天我要跟着爸爸来上班来了。爸爸，这个快递是咱家的，快递叔叔刚送过来的。那我们打开看看，这是什么快递呀？你们看，这个是个大箱子，爸爸说这个是我的，给我的一个惊喜呢。因为小朋友不能使用刀子，所以爸爸已经帮我开开了。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旁边有鳄鱼图案的书，哇，是我一直想要的动物朋友。我先用这个。第二本是什么呢？我们把所有的书本都拿出来吧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待会儿用这个开开看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好像是什么来着？啊，这个上面好像，是一条。哎，爸爸帮我弄一下。哇，杰米斯。我说一只最想要的尖笔尸体。现在呢，让我们来看书吧。哇，你们看，我等了这些书好久了，终于爸爸终于给我买到了，谢谢爸爸。我超级爱你。爸爸，要不我们先来分享这本书给小伙伴们，给我看看吧。好的。那我就用这个开箱神器来看。好。它好像。先把膜撕开。膜撕开。摁进去。爽吗？爽。让我先来打开一下。哇！哎，这个是皮肤的构造吗？对，这是身体的构造。爸爸，这人耳朵里有啥东西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让我们翻开看看吧。哇，有耳肉，头跟耳屎，像你的耳朵一样。我要给你每天抠耳屎。我才不要呢。你这个胆小鬼。爸爸，是人的骨头就长这样子。让我们看看人骨头里有啥吧。好。哇，这里面还有什么什么的，因为我不识字，所以呢，但是我还能看懂一些图案呢。爸爸，这有一个语言图，看起来好可怕呀。但是人的骨头头骨头就长这个样子。哦，它叫骷髅头。啊，就是骷髅头。哇，上半身你看。对，上半身。哇，还有下半身吧。对，这是人身体里面的骨头，就是这个样子，知道吗？很多呀。对呀，好多骨头，有几百个骨头嘞。看起来好多，好吓人呀。你有没有发现人的牙齿也是骨头？有没有发现？有。人的牙齿也是骨头。对。这个牙齿骨头没有肉，是用来咀嚼我们平常的食物用的。牙齿上面有些牙肉。我都流口水了，因为这么恶心你还流口水啊。爸爸，哎，是不是人吃了这些食物流到胃里消化了，人就会有能量，强壮，还会长得帅帅或者美美的呀。对，所以说每天都要好好吃饭，努力成长。让我们来看看它的胃里有什么东西吧。爸爸，这有个火山。我们看看岩浆是什么样的吧。好。吐出来，这还能冲了好像。爆发吧，火山！哇，好棒呀，这个书。爸，要不我们看看火山内部吧。好的。这有个大太阳，是不是岩浆就是太阳里的岩跟浆组成岩浆，它们在太阳里面吸收不住就爆发出来了。有可能。哇，我讲对了。Yes。妈妈今天早半岁呢，她下午来接我来了。我们走吧，赶快抱
抱着我的书去找妈妈吧。走，咪妈妈。好了，今天的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话，记得多多点赞、多给我订阅、留言哦。拜拜，你喜欢吗？我要回家看书了。